经常有人说，年纪轻轻就能环游世界，是家里有钱吧？自己创业能赚几百万，是骗人的吧？周围有很多朋友，每年买表花几十万，买车花几百万，每次买奢侈品不买代购，愿意缴富人税。人和人所在的圈层不一样，格局、见识、视野也就不同。现实生活中，你和谁在一起真的很重要，它能够改变你的生活轨迹，决定你的人生成败。牌友催你打牌，酒友催你干杯，而靠谱的人会感染你，教你取得进步。一个人的水平是你最常接触的五个人的平均数值。如果你的圈子不能给你眼界，那就换个优秀的圈子吧，因为优秀的圈子可以让你视野更辽阔。